没有他们跟一般的，他没办法回你，天天都想要。就他进来的那个角度比较少，要吃喝玩乐，要八卦内幕，而且也没有人讲的，要社会新闻，我们怎么可能？要对解决问题，你讲都不刘金耀下午两点。非要不可。好了，九八新闻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非要不可，我是让你非要不可的刘俊耀，瘦腰腰。又到礼拜三新闻三条线雷切时间，咱们现在是雷切六月员，你好，谢谢瘦腰腰，听众朋友大家好。是的，现在时刻呢下午两点十二分啊，那如果大家已经在上班了啊，那那就没有听到我们讲话了。等妈你把收音机关掉，好好上班啊，不可以这样子啊，偷老板的时间啊。那如果你在外面开车，那就尽量听吧。啊，今天六位员呢跟我们聊什么呢？我想 APEC 一个 APEC G20 对、哦、这些连在一起的大事件，因为台湾可能现在太忙了，没有人管这些事。对，因为大家都在忙着选举。嗯，对对，但是我们好像跟选举没有什么关系。对，可是 我真的一定要说一下，说这些大事情呢，跟我们选举选什么人当然有关系啊。哦，因为它是影响到了台湾外在的生存跟竞争环境，是。然后你需要知道说这些候选人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外在的竞争跟环境，没有错。不然的话，将来他带领我们走错路怎么办？可是问题是没有人管，对，所以我们来讲吧，也没有人讲。对，对不对？这些候选人他根本不去讲到 APEC， 不想讲，报纸现在也不登了。我听说他们开记者会都没人登了，真的哦，对，好可怜。是，这是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的选民所决定的吗？决定我们的候选人变这样子吗？对，而且如果说我们在过程中没有讨论这议题啦、政策方向啦，那我们到底在决定什么？真的，那决定谁比较高，谁比较胖，谁家比较有钱，谁家比较讲话比较爆粗口，我们好像在决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哎，跟我们选贤与能好像差很远哦。对，哦，我们长期就说民主是人民选领袖，国家选未来嘛。那所以我们趁着没有人讲未来，我们来认真讲一下。好，那我们就来讲未来哈。而且，但当然，未来是发生很多的未来是建立在过去发生的事情上面。嗯，像 APEC，嗯，对吧 ？APEC 现在的一个情况，我想包括中国跟韩国、中国跟澳洲所签订的 FTA。中国跟美国签订的气候变迁的一些、备忘录，还有呢六方会谈。哎，六方会谈是就是从头就是解决朝鲜跟韩国就是南北韩问题的这个六方会谈。好，那这些呢其实都跟国际之间是大家息息相都是非常这个睁大眼睛在看的、那不管我们国内的媒体有没有在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好好讲一讲。来，先请雷远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吧。非常谢谢俊耀有这个空间啊、那我们刚刚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些题目对听众朋友可能都比较深一点，因为媒体的确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讲。但是它跟我们的经济发展、跟我们的生存、跟我们国际空间都是非常有关的。嗯哼，所以我们先简单的梳理一下脉络，就是在上个礼拜，对，就是大家不知不觉之中呢，第一在北京举行了 APEC， 是。那当然，所有的亚太经合会议今年的最大的亮点，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就是美国本来还一心一意要主导它的 TPP 嘛，就是太平洋、泛太平洋的战略协定，是。可是在当天奥巴马到了以后，跟他这个 TPP 邀请的十二国一会面，他就知道说中国所主导的更上层，你上回说是那个大版的长大版的 FTAAP 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个事情呢已经挡不住，是。所以呢他们到最后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坚持只有 TPP 跟 RCEP 这两个选项，我们得要去支持 FTAAP。 好，今天我们还是照样来讲一下英文了。就是 FTA 就是 Free Trade Agreement， 是，就是自由贸易协定。那 AP 就是 Asia Pacific 亚太，是，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事情呢在上个礼拜的 APEC 呢还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同时中间也演了一些漂亮的戏，譬如说这个习近平跟安倍晋三见面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他那个脸，就是我是东道主，我要跟你见面，可是你这一段时间来一直在国际上面到处去污蔑中国，对，还要在东海南海呢对夸称我是威胁安全的威胁，对，所以我心里不太爽，所以他跟他握手的时候眼睛也不怎么看他，表情也非常不快乐，僵硬。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领袖现在已经开始会演戏了，他演了一个媒体很喜欢看的这种大戏，就是说你见面还是见面了，因为日本一直吵说哦会见面会见面会见面，对，因为之前都不肯跟他见面，对，可是我跟你见面以后，我明确的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不悦的主人，我摆个脸色给你看，稍微有点给全世界的人看，哎，对，稍微看我怎么样让你觉得哼。
你是什么东西？好，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日本去见缝插针。对，因为在他们见面之前呢，日本的媒体就日文跟英文的媒体都说，哦，两国气氛多么和缓，然后这个好消息。嗯、那中国就用环球报就去打脸说，不要把它弄错了，这不是重点。对、所以这边一边好看，另外一边真正好看的还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大国。对呀、啊。那么因为他们在经济战略上面的确原来是有一些干戈不入的，那上一次我们说了，奥巴马在丧失了中期选举的优势以后呢，在被国会看管的状况之下变得比较谦卑。对，所以这次他回来跟中国谈什么，他也不能一下子就转弯嘛，因为大国像航空母舰转弯不可以很快，是，所以他就是慢慢转，先来说我们现在的利益冲突别管了、我们去处理人类未来的问题，叫气候变迁。哇，一下拉很远，拉得很浪，但他突然间的对，因为他先把他自己的规格拉到国事访问，对，否则的话他只是中国请来的几十个客人之一，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对，所以就在中期选举一结束的隔天、突然之间就把他的规格拉到国事访问、所以说你虽然有很多别的国家领袖来，但是美国领袖跟中国呢是国事访问，是就是那个是不是的事啊，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看过的话，是就他把他拉到一个 state visit 非常非常高的层级，那国事访问最后一定要宣言，对，要说我们达成什么协定，是，那现在他又不能达成其他的协定，他说啊，那我们要处理未来的气候变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高手在过招咯、因为我就是要演成一出戏，说我们的不是将相和而已，我们是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个戏，那这出戏的话要拿个什么东西在里面，我至少要端一个够好看的东西叫气候变迁、所以我觉得那个好看的不得了，以后是他们大家一起呢就去别的国家访问啦，譬如说去缅甸去看翁山书记，那中国派了李克强在那里啊，然后接着就去澳洲，我们也谈过了，澳洲就是 G20， 对， G20 的缘起呢、是2008年美国创造了全世界最大的经济灾难叫做金融海啸之后，是2009年要求全世界无论是已开发或者是开发中的国家一起来解决问题的，嗯哼，所以在澳洲的 G20 呢，照理说本来这些国家中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协定，就是以开发国家的利益跟开发中国家的利益要兼顾，对，同时呢未来的监理不能你说了算，所以还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场域啊，对，只是我们从2009年就知道它不叫 G20 叫 G2，是，大家都说过就是中国跟美国两个大国、一个是已开发国家的领头羊，是一个是新兴市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嗯、共商全国之大全球之大计、嗯、这个有点像那个孙中山啊蒋中正啊、在北伐之前有没有说、哦，我们大家来共商这个国事，对，共商国事、那个孙中山最后一次去北京，他要去跟北洋的军阀们去商量说怎么样国家变得更好，对，后来就肝病逝世在协和医院嘛，好，那这次呢就是在澳洲这个会里面又是中国出招，而且出的这个招漂亮的不得了，哎，怎么说，在 APEC 已经讲过未来的经济路径啊怎么发展啊，到了澳洲去出的招就是先说一路一带，我们讲过多次 就是那个丝路经济带以及现在的海上丝路建立起来的两个大经济圈将会给那个全亚洲的市场呢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是，可是它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反贪腐、所以我有一个猎狐计划，请你们大家都来帮助我，猎狐计划，对，在这个猎狐计划上面呢，在以前都是美国主导，譬如说反洗钱防治啊、反恐啊，就是他用这些很高的道德大旗要求全世界的反贪反恐所有的监理人员都要跟美国配合嘛，是，那现在中国虽然还不是像美国那么强大的世界警察，对，可是他很客气的就说我们国家现在在反贪打腐，对，所以你们要帮助我们，我们要落实，对，我们就是我们是玩真的、我们国家的人，对，逃到你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们不要包庇他 啊！这句话就讲得厉害了吧？对对 对，就是说这件事情有非常高的正当性，是它背后直接会造成的是这些国家就必须跟中国配合，对，包括把那些人的海外账户啊，海外资产啊，对，他们在那里的居留情形啊，是家人情形啊，是不是都要跟中国配合？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极高度的这个互助才会达成的，对，他用了一个高的道德制高点说我们是反贪打腐，他就直接就达成了极高度的互助协定，而且这样的互助协定对他们当地国、应该是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根据国际洗钱法的规定的话、他那边比方说这个人呢他如果藏匿100亿到你这个澳洲去的时候呢、你如果呢跟中国做一些啊这个哈、两个互相
合作呢，然后资讯交换，然后检查，他好像可以赚到40%。对，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回馈，对，有一个回馈，对不对？哇，那这样子其实对他来讲，因为什么？中国这一次的留在海外的这些贪腐的金额，对，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好像是2兆，是不是？应该是很多很多钱，预估是2兆，可是大家觉得2兆都太少，哦、因为每个大人物他们都算这个人是200亿，那个人是三百亿，就是怎么会只有2兆？恐怖啊，恐怖，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不管是面子或里子，对，都是两面，对，我觉得里子赢啊，在 APEC 就已经赢了，对。可是到国际到了 G20 以后，打出这么有正当性的一个道德牌的时候，啊、面子就赢得非常漂亮。是，所以你知道我在台湾的选举中听到别人说啊，中国如何如何，我就说拜托拜托，这个听刘俊耀节目的选民们哦，当你们在讨论中国跟台湾的关系的时候，是要先看看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嗯，然后他们的领导人在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嗯，不要用以我们为核心的方式去。臆测对方一定会对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一点理性啦、而且澳洲我觉得他们也给他也没有给就是也给中国很大的面子、嗯、他们这次也送了他一个大礼，对，对不对？雪龙探南极啊、嗯、这个天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 是一个在补给基地，这个补给基地对于澳洲非常非常重要、啊、您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有讲过吗？中国大陆最近在南极的探勘呢，要去做一个固定翼的机场，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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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它现在已经有了4个基地、嗯、那么将要去建第5个基地，所以当你在整个南极洲大陆啊有这么多的基地的时候、嗯、你去那里的往返运补变得非常重要，对，所以澳洲的最南端就是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塔斯马尼亚是距离南极洲大陆最近的地方、嗯、所以说两边呢从很久以前就有一个友好协定，福建省跟 Tasmania 是姐妹省、嗯、所以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中国的商业跟那个贸易往来都是第一名、嗯、这一次习近平一去，全世界的媒体都去看了 Tasmania， 是啊，而且他太太还抱着那个可爱的 Tasmania Devil 叫做塔斯马尼亚魔鬼，而你看广那个看平常的那个卡通片都会看到这个很可爱，这个很厉害，很会吃东西的这个小娃娃，嗯，这让全世界人就重新认识这个地方。以后呢，澳洲就答应将来你往南极去的地方，嗯、可以以塔斯马尼亚作为你的运补基地。而且你知道吗？他这一次呢，我觉得他真的是那种好像举重若轻啊。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哈、啊，为什么来访问这个塔斯马尼亚？是因为我收到了呢。塔斯马尼亚的北部地区哦的一个小学生呢写来的信，对，写来的信呢，我就呢因为小学生的信，我就呢决定在集团里的时候呢之后我就来拜访这个省份，哎，举重若轻、啊、这种是我要说这种传统上就是美国总统会做的事啊，对，就美国人很会做这种事情，说我到这个地方来，包括说林肯为什么留胡子 啊，就是一个小女生叫格丽斯的，说你太瘦了不好看要留胡子，然后他到那里说、啊、到 Westfield 就说哎，格丽斯在哪里，就是美国人很会做的事，是啊，可是现在中国人做，中国的领袖也会做这种就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人对人之间很亲近的事，对啊，那而且他们这一次去呢，包括他们这个所谓的夫人外交、嗯、你看他们下去的时候呢，这些呢学生呢都用中文哦来夹道欢迎、嗯、对不对、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呢也还送了个动物来接近，就是那个 Tasmania Devil，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他的那个习近平的太太呢就把他抱在怀里面，对，那习近平也是摸了一下他，这感觉上就非常的温馨的小学生的信我们就来了，嗯，那来了之后呢，你们给我们这个他们叫什么带欢的，嗯，对，带欢宝宝呢，哎，给送上来，然后他就给他摸一摸，就一副那种好像就是跟那种大国啦、领袖啦、权力啦，或者是那种哎，怎么哎，完全没有关系。他回到人与人之间。对。那习近平去之前，他就说我们是不忘记老朋友的。是。所以当他送这个讯息的时候，也是在送给全澳洲说，你如果跟中国大陆能够有继续更好的交往的话呢，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那这句话对谁说？对日本说、嗯。因为日本一向在最近的一年之内，就一直不断的想要把澳洲拉入跟他的军事同盟关系。嗯、哎。美日安保在最南边，就是希望借着卖潜舰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军事活动也好，把澳洲拉成跟美日澳一起的那个原来的围堵中国的岛链嘛、嗯、对，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说，我觉得奥巴马他一定要改变
他的重返亚洲策略，嗯，他要从跟中国对抗，嗯、就是建立那个岛湖的这种封锁线，对，要转为跟中国合作的话，他可以很顺利的重返亚洲。是，但是呢，因为什么？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得到哦，中国大陆呢这一次所打的这个外交战啊，嗯，而且是更应该讲精确点是外交闪电战啊，而且是外交主导战，是主导战，它完全是主导的。他这次是最大的赢家了，是最大赢家。APEC 到 G20， 那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赢家，这次所赚得到的到了这么多的筹码，哎，对于美国来讲，以后他你刚刚讲说他应该要改变策略，是以后吗？还是现在的可能就要改变了？其实据我所听到的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告诉我们说啊。在奥巴马到的当天晚上，他们不是在瀛台有一个私人的家宴，哎，那时候习近平就跟他讲了瀛台的历史，然后告诉他说第二天呢，他就说我们现在不是单人领导，是集体领导，有提名政治局的常委，是第二天就安排他见到政治局的常委，他的明确的送给奥巴马的讯息说，现在的中国不是你想象中间的那个满清的中国，嗯，现在我们虽然制度跟你不一样，嗯，但是不是我一个人习近平说了算的，我们是一个集体领导有接班顺序的一个国家，所以希望对方也能够理解中国式的非美国式的这种民主的运作的方式，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内部民主，对，就是每一层的人都是彼此互选的，对，所以据北京方面的媒体记者告诉我说，奥巴马当天呢，事实上是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然后后来第二天他们都认为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对中国的那种过去因为不理解的敌意呢，对，经过他理解说瀛台就是以前满清后来如何被推翻，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后来的历史，我相信习近平不会跟他很明确的讲是中华民国了，可他是说是推翻了满清啊，然后这个情况就不再是专制帝制，然后现在的制度呢他开始有一点了解，所以奥巴马如果要能够摆脱他完全跛脚的命运的话，嗯，他势必要比较跟共和党来合作，那共和党一直不赞成他要去围堵跟对抗中国的，嗯，而且呢，你看他这次解释这个民主，哦，因为什么，其实以前啊，民主这两个字啊，其实是美国拿来打击中国呢最大的一个，嗯，民主跟人权，对，他是讲说哎呀，对不对，就是你们中国就是没有民主没有民权，哎，没有人权，然后怎么样巴拉巴拉，可是现在呢，你来到我们家了，对不对，对，你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子，我来告诉你，对，我们家的民主的，嗯，不像你们的，你们每一个国家有每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背景嘛，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是列宁主张的叫名单制度啊，我们讲过他们每一级呢要升到上一级的时候都要经过上中下的考核，然后中间还是有他内部投票的，所以是名单制度，哦 OK， 所以说这种名单制度呢在中国来讲就是一种内部的民主，对，所以它是小范围的民主，是，所以我们小范围民主呢也不是说你们在一直讲说讲人权讲民主我们就好像被你们讲的呢一无是处，嗯，我们也是慢慢是要走向慢慢的要逐渐的走向自己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这种压力锅在卸那个压力，就是说你以后你在打着什么我们国中国啊什么没有人权啊没有民主啦，啊，我想你就很难讲了，对，因为每个国家的民主行使本来也有不同嘛，现在全世界也有不同于美国的民主行使方式，是 OK， 那呢我呢其他呢跟 APEC 到 G20 呢还有呢刚刚还讲了六方会谈哦，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听雷委员来分析。好了，九八现场刘俊耀瘦耀耀，雷杰雷委员在现场，雷委员你好，谢谢瘦耀耀，现在时间呢下午2:36哈，那这个刚刚谈的呢这个中国在这一次呢这外交的主导战哈，嗯，然后呢这个算是大赢家了哈，那这个赢呢我想赢得他又赢得呢腰杆非常的软，哦，让人家觉得说，哎呦，他也没有什么价值，也没什么，不是一个有威胁性的赢法，对，不是，然后哦，一面倒，那让我们大家呢，这个非得把你们呢，这个踩在这个地上不行，那不是，跟你们一起啊，对，我可以做个对比啊，大家记得这个乌克兰事件的时候，嗯，美国就直接就指摘说是俄国在后面主导，对，虽然一直都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也讲过啊，是，那么大家都可以猜想是俄国在主导，那个时候美国的领导方式呢，就是。好，我们有 NATO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我们有欧洲安全会议，嗯，我们有欧盟，嗯，你们大家都要跟我一起去制裁俄国，是，啊，这是那种比较强势的领导，对，那中国就完全是相反，你看这次的话是相反的做法，是啊，嗯，那另外呢
六方会谈呢？嗯，这一次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对，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哎，伯代伯吉，为什么磊倩要讲六方会谈？因为根本没有谈这个事嘛。是，这就是他背后的一个在背后运作的东西。嗯，大家都知道呢，朝鲜半岛南北韩哦，是的六方会谈一直都是两大阵营角力的地方，因为毕竟呢，这是共产制度跟这个自由经济的路上接壤最重要的地方。以前的是的东西德已经消失了嘛，对，所以这六方本来在右边这方呢，就是靠南韩这边就是美国、日本、南海，对，然后靠着里面一点，靠左边靠中国接壤这个地方的大陆是翻成朝鲜了，对，我们是说北韩，对，就是中国、俄国、朝鲜，所以中俄朝这边是美日韩，是这个六方会谈最重要的关键有两个，第一个是朝鲜半岛的和平解决，嗯，第二个呢就是北韩不可以有核武器，禁止核武的扩散，是，所以时常都是在禁止核武扩散这个地方呢就卡住了。所以上一次的六方会谈停止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北韩要确定它没有核武器啊，没有核武扩散的可能性，那大家再回头来谈。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朝鲜现在有他的新的少主，而且国内呢并不是非常的顺利的情况之下，对啊，他当然不愿意单独的去面对美国或日本或韩国的压力，嗯，他希望借着把中国跟俄国拉进来，嗯，成为一边三个，就是三对三、三打三的斗牛式的六方会谈， 嗯， 嗯，对于金正恩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战略的可能性，嗯哼，但是他如果是个坏孩子，他就绝对不可能有人帮他，所以他就很聪明啊，他没有被邀请去 APEC 哦，因为他还是被禁运的，嗯，可是呢在 APEC 开始之前他放了两个美国人质回去，哦，善意，他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释放了之后呢，所以习近平跟朴槿惠就是南韩的总统见面的时候就说希望那个尽快的重新开始六方会谈， OK， 那所以说这个六方会谈其实也会牵涉到以后的东北亚的一个整个东北亚以外，美国、日本是不是？对美国、日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日本，那对手就是中国跟俄国。对美国、日本，因为有这个六方会谈呢，啊，不断的凸显朝鲜可能有核武呢，在联合国这个场域中间，一直是主张对朝鲜非常强烈的制裁跟禁运的嘛。嗯哼，所以说六方会谈如果能够开放，那么北韩的经济呢，就可能摆脱禁运的可能，嗯，那他一旦摆脱了禁运，他的经济才可能发展起来，嗯，所以如果真正在讲人道跟人权，对于北韩的禁运是直接致使他的经济没有办法发展，嗯，他的人民在困苦当中的主要原因是。可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这个少主来接班了之后呢，传出来的那么多，他好像荒淫无道啊，大家都很害怕这个少主，对的，这样对这个少主好像什么时候随时他要做出什么让你呢匪夷所思的这种恶行，你根本不知道啊。那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在处理这种朝鲜的这个少主的事的这个事情，他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明确的态度？我认为他也非常的谨慎小心。第一，他没有跟他直接见面。嗯。第二呢，我相信他一定也是跟他说，你要我来帮你的话，你自己要摆脱你这个国际坏孩子的形象，对，你不能每日一军演啊，你就放一个飞弹，或者是韩国一军演呢，你就派军队去，对，所以这一次啊，就在 APEC 的同时，韩国做了一个全国30多人的极大规模的军演哦，他这个军演就是说预备有北方的人来入侵，可是相对的朝鲜的回应呢，就是3-2个小队啊，然后2-3艘小船去回应，他很清楚的就是说我没有要升高态势，我觉得这些一定都是先讲好的前提条件，那么另外他也是要告诉他说国际社会要愿意接纳你，我才能帮你的忙。他跟胡锦涛以前的态度不一样，胡锦涛以前跟美国领袖见面的时候都说呢，在北韩事件跟伊朗事件上面我们跟美国看法不一样，所以他很明确的表达了对北韩跟伊朗的支持，可是习近平到现在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有在金正恩当好孩子，就是说别人大军演的时候他没有回应啊，然后也在之前呢放了两个美国人质的时候，他才去告诉朴槿惠说，哎，我们觉得国际多边主义大家一起来谈谈可能还是比较好的，是 OK。 这个是中国呢，习近平呢在这段时间从 APEC 到 G20 哦，他呢所在外交上面呢所做的呢种种的因应，然后呢他所拿到的种种的一些成绩，都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你看他在外交
在处理外交这些国际的事件，哎，他其实不忘处理内政。回过头来处理了他最小的一个危机跟麻烦，可是可能会有最大的媒体效果的危机跟麻烦，就是什么香港的战中、这一次呢，哎，他还寄出了习五条啊，就是我们常常以前常常讲什么什么江八点、什么江八点、李六条，这个现在有习五条，啊，就是习近平的五条，他在应对呢，这个呢战中呢，等于是后战中啊的这个时代呢，来，这习五条是怎么一回事？对，我们把背景讲一下，最近就是他们开始清场，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退出金钟先旺角后，那金钟清场之后呢，也有人跟台湾当时的太阳花学生一样去冲立法会，对，立法会冲进去以后那些人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学生出来谴责那些人、说你们如果真的要冲的话，你们不要冲完消失嘛，那你否则你让其他留着人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状况，好，那所以这是他的背景，就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战中要结束，那在结束之前要怎么去处理它，他就做了五个宣示、那第一条就是说港府如何改善呢施政解决占领问题，就是要求港府就直接压给他。对。第二个呢，就说这不是我中央要做的，大家都说中央会军队来嘛，他说不，港府啊要改善施政，解决占领问题。第二呢，统一建制派职线，就是解决大家讨论的没有工作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第三个是认真对待已经离心或正在离心的青年人。哎呀，啊，反对者呢，你要好好的去对待他们。是你不能说因为他们反对呢，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就把他们给杀了吗？不能杀、啊，对不对？那怎么办？这次年轻人的要求是说我们要普选，全面普选我们的领袖嘛。对。可是香港从来就没有很多政治领袖，所以第四点叫做培养适当的治港人才。哦。就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人让你们港人自己来治港，可是我们现在要培养这些人才，现在还没有。是。好，第五条是思考香港何时就基本法的第23条来立法，那这也是学生们主要的诉求。是。所以他把比较长期的这个政治领袖的培养跟基本法的修法呢，也放在了这五条中间。嗯哼。前面的三条呢，完全表达了他不会用强硬的方式来镇压这些学生。哎呀，你看他的腰杆子软，不是只有对外交。连在战中这件事情上，我看他已经呢也做出了一些他的态度了、我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来继续听刘远来分析。好了，九八新闻刘君耀寿耀耀，雷倩刘远在现场，刘远你好。嗯，谢谢寿耀耀。是刚刚呢，刘远跟我们分析了呢这个战中哈、这个算是后战中时代。嗯。那呢，习近平呢，他端出了习五条啊、那这五条呢，来表明了他们的这个态度啊、跟立场，而且他们也。把这些事情的战中的这些有一些错误他挑出来讲了、对，因为在北京的媒体啊讲的比较含蓄一点、那香港的媒体呢有很多是具有官媒身份的媒体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如果你仔细看、我觉得台湾的听众朋友也要练习啊，就是你看媒体的时候你要看是哪个媒体、然后可能要看是哪一位记者写的、因为他通常是有立场 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内部的人士就说香港被三个事情被挑出来，这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一开头他有用过一部分的催泪瓦斯，后来才用胡椒喷溢嘛、对，我们有讲过说是 pepper spray， 它跟催泪 tear gas 是不一样，对，用催泪弹是很严重的、用胡椒喷溢是很多国家都在用，用来控制群众，所以他们就说第一个不对的是一开头用了催泪弹、那第二个呢是说在的确有被抓到，就是有一部分的远景，那远景也有情绪了、他们就躲在暗处呢去打了那些那个这个示威者、是，所以执法者的这个不当的行为也是被批判、是，那第三个被批判的就是说梁振英他有说是因为穷人、这是一个穷人倾斜，就是穷人他要出来发泄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非常不当的，如果你是一个包括共产主义啊、原来就是贫下中农，工人翻身、农人翻身的嘛，是，所以你不能去攻击穷人，所以这个攻击穷人这事情恐怕是梁振英的政治最错误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习近平是这样出来讲的话算是重话了，算是重话，而且对于梁振英其实不太利，对他是不太利，而且我觉得就代表了说未来的中国政府对于处理这些异议分子啊、不会像其他的国家一直不断的指摘他们，说他们会用军事镇压啊，坦克车会开到香港啊，是，然后会用这个警察过度的武力去把他们全部制服，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在中央呢已经告诉香港说你要如何去处理、包括制造就业、包括培养政治接班人，包括要让这些
异议分子，就是就已经离心，他叫离心分子，就是心已经不跟你在一起的，是离心分子的，你要去处理他们，要了解他们的想象跟诉求。是，那这些相对开放跟和缓的态度啊，嗯，将会是习近平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签名，就是他的 signature， 他处理问题大致上会在这个方向来处理。好，那最后我有个问题哦，这一次呢，中共的这个等于是他们的党媒，共产党的这个党媒，嗯，他们这次这个媒体啊，怎么样来讲呢？他说啊，哎，他反手一打。一巴掌就打到台湾来了。他说：“是你们现在啊，你们这些香港啊，你们现在是在学台湾啊，你们是在台湾化，学台湾呢，在撕裂这个社会。”哎，你怎么看？我很痛苦，我看到这几个字真的痛苦，因为台湾以前是民主的灯塔，是我们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可是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撕裂、抹黑、各种的黑暗手法，啊，甚至这一次在网络上面用摧毁式的，就像好像在做那种生存战争来摧毁对方，完全越过各种法律呢。对，现在居然成为负面教材。哎呀，今天非常感谢刘文，到我们现场，谢谢。